试啊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和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学了厨师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呜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假设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会发现，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生命。也许